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好的世界。八鬼尴尬之间，有一个出去耍的，也出一个好啊。哦，哇，有人出去耍吼，啊，不过这几天因为落雨吼，所以嘛真侪人秘伫厝内看电视吼。出去耍是安怎要出去耍？因为要欣赏这个美好的世界。顶礼拜是总会所定环境主义，要提醒咱每一个人一件代志，就是你所徛的这块土地，对咱来每一个人来讲，拢是真重要。所以，当你摕到环境的时阵，一定爱摕到一个人，迄个人就是美国的前副总统，伊的名叫做高尔，啊，有拍一段影片吼，叫做难以忽视的真相吼，无法度忽略的真相，无法度忽略的真相是啥物？就是咱的气候一直在改变。我相信咱即摆一定会感觉真热。这个高额的透过这个气候的改变，伊去找真侪地方政府，伊去找真侪领导者，伊去找真侪国家，甲因迄个国家全部因为气候改变，然后去甲伊去做一个影片。这个影片一拍出来了后，吼十亿人拢开始去重视这个议题，所以有无个国家因就决定讲要甲这个影片内面放入去因甲自然课程的时阵，伫这内面来放这个影片。这个影片还未推出之前，知影咱的气候在变化的人大概有33%哦，33%。一推出了后，有80%的人拢开始感觉，吼、哦，咱来保护咱的地球。一个科学家的名叫做牛顿，牛顿是啥？就是去予苹果弄着了后，然后伊就醒起来，迄个人，伊就开始去研究地心引力。伊讲，伫咱的性命内面，上帝透过两项物件来启示咱。第一项是啥物？就是咱咧读的圣经。你透过圣经，你知影上帝是一个奥妙的上帝。你知上帝咧创造天地的时阵，伊有一个大观念。第二项是啥物？就是主咧。上帝透过主咧，予咱认捌伊。所以，你要对这个信仰，佮有认，佮较。认真去熟悉的时阵，你会当透过主人去熟悉。总是当讲到主人的时阵，你最近有啥物感觉？你会感觉最近敢那有较热？今年真正真热，所以台北市每一天的气温几乎拢会当达到37度。台北的天气，如果你若伫遐，你会感觉真热。除了台北以外，我想咱伫中国，咱就会当感觉迄个太阳、迄个空气。予咱感觉真痛苦，所以咱的气候正在改变。那呢，伫咱的信用内面，咱到底要伫这内面学习什么物件吼？这是一个真热的天气吼，恁敢看有出来？这个相片在表达什么？头前天几台？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差不多10台。啊，所有的人拢秘伫倒？你看后边哦吼，所有的人拢秘伫迄树仔下，咱就知影。迄是真正真热，所以真侪人拢无愿意徛来较头前，然后伫遐晒日头。所有人拢秘伫后壁的树仔下，因为真正真热。亲爱的姊妹，咱甲咱的土地，咱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我毋知你看到这张相片的时阵，你看到是一个人，还是看到伊一半的身躯？当我咧选这张相片的时阵，我是看得真好，因为伊敢那甲迄个大海融为一体吼。你看伊的裙是敢那亲像沙，然后伊的衫白白遐，是因为伊甲海有一个共款的色系，然后伊的衫吼甲海是。这是提醒咱，咱每一个人就敢那亲像融入迄个大自然共款。咱每一工拢伫这个大自然内面，咱咧食。今仔日你食的物件为倒来，你食的物件为吐出来，那安尼你为倒来，你为吐出来哦。耶和华浇吐做人，然后分一口气伫伊的鼻腔内面，予伊变作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你对倒来，你为你即摆脚所打的，迄个吐出来。有科学家去研究人的细胞内面，有70%。拢是甲你手里捧着那个土是一样的，
你的身躯内面有真侪身分，伫迄个土内面，你拢会当找到。所以你甲土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只是咱时常心中了咱人，咱的人，所以咱忽略了迄个共同的迄个关系。咱甲土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等有一天，咱树要上好要一口气，你要当去倒，你嘛要当去土的。圣经安怎讲？伊讲因为你是对土出来。你本是土粉，也要归伫土粉。所以今仔日无论你用啥物方式，你用土葬，你用火葬，甚至你用海葬，用树葬，上好要一天，你拢要归伫迄个土内面。你甲土亲密的关系，除了这个关系，再来就是你食位落位来，你食嘛为迄个土出来。诗篇104篇伊安怎讲？上帝予迄个草。生出来，然后给清新食。人要食啥物？人要食菜、蔬菜。伫迄内面，除了发草，予咱的清新食，嘛要发菜，予咱每一个人伫迄内面得着食物。然后你食土，你搁大土，你住伫倒位？你住伫土里面。恁家用啥物起的？用土起的。这是土耳其一个。真有名的观光景点，因个厝拢是用土，安尼甲伊空起来。人讲住伫内面吼，冬天真温暖，热天呢真舒服。今仔日你食土住土，你有可能会讲，阮家用钢筋水泥，阮家用迄钢铁起的，吼，毋过你家的钢铁嘛是为土内面挖出来。所以今仔日上帝互咱食土，嘛互咱住伫土内面，伊安怎讲？伊讲上帝创造天，嘛创造地，总是伊创造地，毋是空空，是要予人伫顶面徛起。咱今仔日所有、所用、所食、所住，拢是对上帝来。上帝也收束六种的面，中文叫做各从其类，予咱伫迄内面享受。迄个各从其类，它会无？每一个动物有无同款的习性，予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变作一个生物链。中国吼，因为因需要真侪米吼，啊，不过咱知影有一种物件会去食米，迄种物件叫做雀鸟啊。所以中国因就有发行吼，讲会恁去掠迄雀鸟啊，然后恁会当来甲阮政府领钱。所以台湾想着会当领钱，然后我的米阁袂去予雀鸟啊食去。因拢安怎？因就把所有雀鸟仔掠起来。总是当因把所有雀鸟仔掠起来了后，因的米敢有收了变到搁较好？无，因为因的米变怎啊？互虫食去。雀鸟仔咧食米的时阵，伊咪顺手把边仔的虫，把伊食掉。所以这个推行了后，一年、两年了后，因就无搁做啊。因为伊知迄是上帝所收束，是一个。搭配在一起，配合做伙，每一项代志拢袂当改变的。今仔日咱深知上帝将咱的地球甲遐生物，你看这张图内面有熊猫，然后有迄种大嘴鸟，佮有真侪你去动物园内面，你咱看到的动物拢伫即内面，总是有真侪因为人的自私已经绝种啊，已经无伫即个世界。那咧当咱即个世界咱的自然在改变的时阵，上帝要提醒咱啥物？你爱去欣赏伊的创造。我毋知咱大概出去去去佚佗，是坐车到啊，就紧去食饭。然后食饭了，就讲也无坐咧休困好啊，就无搁去行行。然后迄天就安那结束啊，就搁大人开车倒去。有去佚佗无？有诶，我有去食好食诶。啊，有看到啥物无？我嘛毋知去坐咧，就搁倒来。你嘛有当伫每一届去佚佗的时阵，你拢会当去看见上帝迄个创造的美妙。我相信你一定捌去一个所在，然后你看到迄所在，你感觉哇，哪会遮水？你敢知有人研究讲，当你看到迄个大自然真水的时阵，你本来担伫你个肩头迄个压力，因为你看到，瞬间会当减少70%。因为你感觉迄是一个对你来讲是一个有
带互你人生的快乐，迄、那个大自然互你感觉咱会遮水啊。所以咱下面要来看几张相片，这是伫中国吼，伊是一个天然的桥，这是一个真水的所在。再来，你看这个树啊，伊自然生出来时阵。伊就生做弯弯翘翘，这是伫每一个树啊，迄内面有400丛树啊，拢是生做安尼吼。生出来时阵，伊就弯弯翘翘。过来，这丛树啊呢，伊是会行路的树啊。你敢有看到伊有生脚？哦，伊有生脚。伊行的时间是无真，一年移动20公尺哦。如果若无记唔对的话。伊一年会当行，为虾米伊会行？伊会行的原因是，当伊后壁的物件拢去予树啊，当伊生大丛以后，伊需要去照着迄个太阳，伊就爱行。所以伊安怎行？咱看只有一、二、三、四，有无？第一个就是伊徛的所在，总是有时啊，伊若倒落的时阵，伊敢安尼就死去无吼？伊会到第三，第三的时阵，咱看伊后壁有虚线。遐就会渐渐无去，然后伊头前的脚会生出来，啊，再来后壁遐拢阁渐渐，伊会到豆豆休烂，然后到第四的时阵，伊会阁生出伊新的脚。所以你看伊的脚，就是安尼一支一支为头前，如果头前有日头，伊就为头前生出去，然后伊就会安尼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啊，若后壁有日头嘞，伊就为后壁一直生出去，啊，头前的脚变哪？就会休烂，就渐渐，伊就无用迄个脚。上帝创造咱伫咱的自然界内面，有真侪特别的物件，有真侪予咱看到会感觉，上帝真正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有智慧的上帝。所以，伊讲恁着爱俄罗亚文化，日头、月亮，你们都要赞美他。然后，天上的星星，嘛爱安怎？爱赞美他。地上的水。嘛爱俄罗伊，那咱人嘞，当咱看到大自然的时阵，你自然就会俄罗伊吼。咱来做伙看一个影片吼，这个影片内面是咱自细汉到大汉，咱可能拢会做的一件代志。伫这个影片内面，伊会讲到吹泡泡，恁以前敢有用滴口宝，然后喷出一个泡泡？细汉的时阵，到即摆大人。有真侪人嘛是拢会搁会做即件做即项代志吼，因为真好耍，总是那伫真冰的下面泡泡的变做安那。伫真冰的内面泡泡会结冰。这是伫真冰的下面吼，你看迄泡泡的。豆豆啊，敢若亲像星星同款，安尼一直出来。所以上帝所想出咱是一个真水的世界。有时阵咱只是无去看会到，这个物件伊是安怎形成的？这个物件对咱的生命内面有啥物会当带予咱？哇，上帝创造咱遮尔水。毋忙，咱伫咱的生命内面，拢会当一直去看，一直去敲锤，透过自然去发现上帝伫倒位。咱拢捌放过风吹，风吹飞到真高顶的时阵，你有时啊会看无？你若真正真高放的人，有法度放到真高顶、真高顶、真高顶、真高顶，有一个囡仔就甲伊放到遮尼高，然后头一直啊晃。然后有一个教授来甲伊问讲：“你咧创啥？你的头哪一直啊晃？”伊讲我咧放风吹啊，拢伫倒，我也无看到。然后一阵风吹过去的时阵，风吹的线安那揪掉的，迄、那个囡仔就甲伊讲：我虽然你虽然看袂到伊，毋过我用意味的时阵，我就感受到会到伊。今仔日当咱透过自然的时阵，有可能咱看无上帝伫倒位，毋过你看到迄个自然，你会当看见。感受到上帝就伫迄个所在。第二，咱会当做的是啥物？当咱成做一个基督徒，你会当执行你成做上帝管家迄个责任。上帝少数予人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你爱管理这个世界。
但是有人对观音这个世界产生误会的时阵，咱就会过了真辛苦。有一个人叫做林恩怀特，这个人伫生物学、自然界内面，伊影响真大。总是伊捌提出一点，伊讲圣经内面所写的上帝管理，透过咱管理，就是讲所有的自然界拢是来服务咱每一个人。那安尼你安怎？迄日头也是你的，迄树啊也是你的，所以咱一定要反对基督教这个管理这个观念，因为因感觉上帝拢是创造写的人，这物件拢是咱的，总是上帝要讲的，敢是安尼？不是。上帝提醒咱每一个人，当咱去管理的时阵，不是所有的物件拢是咱的，是咱要尽咱的责任去使用因，总是。你爱保护这所有的物件，所以咱讲是主人，不是咱爱手牵手，把咱这个土地保护了搁较好。昨下所有带几个中国学生来咱教会吃饭，伫因讲因来台湾第一个感受是啥物？伊讲咱台湾做了真好，因为咱无因为爱啥物，就把所有的物件拢用了了，无去破坏自然。我想，虽然咱避开有一点仔落差，总是咱嘛爱去检讨。当咱咧爱这项物件时阵，咱敢有去伤害咱的主人？咱是一个管家，不是咱是一个主人。所以用别讲，我赤身来，也要赤身回去。咱出妈妈的辛苦的时阵，咱一件衫拢无穿。当咱要回去上帝遐的时阵，咱嘛一项物件拢无扎。所以咱在使用这些物件的时阵，咱只是暂时利用这些物件。有一天，咱搁爱把咱的囡仔利用，那安尼你是不是爱好好啊保护这个大自然？予咱的囝儿伫后壁要使用的时阵，因同款会当领受着这么丰盛的福气。拄则咱读十条诫第四诫，伊讲啥物？爱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为虾米？要予咱所有人拢得着休困。然后上帝伫圣经内面讲，恁爱有安息日，是为着要予咱的土地得着休困。但是因为咱的贪心，咱时常把咱的土地变作安尼，所有的茶拢甲伊做了了。只要咱想要用的，咱就去找，反正有足侪足侪嘛。咱看下，敢咱用会了。不过其实当咱家己拢用无去的时阵，你就开始感觉你的弱，你就开始感觉哪会常常在发到到有土石流这个问题。圣经安怎讲？伊讲对酒喝起顶面的百姓，因为因怕冷战，所以因阁犯着遐个律法，废无律例，违约永远的约。这张图的后壁是伊咧挖迄个矿石。所以有很多咱手中一克拉的钻戒也是为遐来的。我想这是提醒咱，有时啊，恁翁若送你迄个毋是真正的钻石，嘛袂紧，因为伊是咧保护迄个地球。今仔日咱所有的物件拢是为咱的地球出来的，那安尼你敢有好好啊保护这个地球？圣经讲，迄个时阵因为人的贪心，所以每一个人拢干呐顾家己的需要。这是一本册，伊讲无咱的世界。是下骹安尼，有咱的世界是安怎？原顶，无咱的世界，所有拢是树啊，看起来真水。但是当人入去迄个所在的时阵，人就开始破坏所有物件。咱再来看一张图，这张图是写森林，吼、哦，第一张是写森，是因为安怎？有真侪树啊。所以有真侪木头会变作森，然后大家人想讲，反正遐有遮侪，就去分一寡木啊，怎变作树林？吼、哦，甲所有物件拢用无去了，变作啥物？茶。啊，茶到尾真正咱破坏了了，怎变作起来做咱的坟墓顶面的是物件？我想这是对咱一个真好的提醒。当你伫你一直使用。迄、那个大自然的时阵，对咱来讲，感真正是好。所以伫你的手机啊顶面，即摆有时啊，你会当看到有一个警示，叫做 PM2.5。我想咱每一工伫咱的新闻内面，嘛拢时常会伫下骹看到 PM2.5 是偌济，紫外线是偌济。伫我细汉的时阵，看新闻，
是无这个物件，因为迄个时阵，咱的环境不是安尼。我相信影响受的，除了年纪较大的人，影响受的一定阁比咱阁较好，因为伊以前无需要这个物件。但是咱因为咱环境的改变，予咱所有的人透过咱用的石油，透过咱用的交通，透过咱用的迄个工业。咱咧起厝的时阵，咱咧挖土的时阵，咱咧做真侪代志，拢把遐个物件带起来，然后伊变成做 PM2.5 是安怎对咱有伤害？是因为伊会当直接入去咱的肺部，所以对咱的呼吸系统有一个真大的伤害。上帝创造咱是真水的山，是真水的、真美丽的所在。你看到这张图吼，是伫香港。有一个人徛伫遐翕相，是因为安怎？因为后壁有雾无明，翕无。所以当地政府为着要改变这个方式，因怎去设立一张搁较清楚的，予人会当伫遐翕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要看后壁迄雾无明的，还是要看头前迄个真清楚？伫以前咱会当看头前真清楚，但是即马咱可能看到拢是后壁雾无明。所以高雄有一个妈妈，伊就为着伊的囝好，伊伫每一工拢会去翕一张高雄的相，放去哩伊的网络顶面。因为伊知影即摆囡仔伫外口咧走小路的时阵，吸入去的空气拢是无好的。所以即摆就是当天气即阵个真无好的时阵，因就爱伫教室内面袂当出去外口走小路。即个妈妈。每一天翕起你的相吼，虽然这是男图吼，不过伊翕起你的相就亲像安尼，呜呜。伊翕一百天以后，伊讲一句话：高雄伫一百天以内只有23天会当看到清清的高雄，所以有4天内面3天天气拢是亲像安尼呜呜无明。这是对咱每一个人来讲一个真大的提醒。咱的世界在改变，影响到咱的环境在改变，影响到咱所做伙的，拢一直在改变。所以，这个教宗吼，伊的名叫做法兰斯，伊提出一件，伊提出两项代志，伊讲第一项，咱一定爱知影，软化这个世界的空气，一直在改变，这个大自然嘛，一直在改变，已经开始啊，那安尼。咱应该爱第二项代志，咱爱重视的是，你爱停止使用迄个石化原料。第三，伊讲软化，吼，遐个受伤的所在上大的影响。第四，伊讲，今仔日咱来改变一个观念，就是咱用料着单调。有真侪物件，伊会当用过较侪个。第五，科技发展的国家，其实伊造成的污染愈来愈侪。第六，伊讲啥物？好野的世界爱种搁较大个植林。我相信咱个台湾算是一个富裕个国家，哪里咱敢有伫即内面种搁较大个植林来保护咱即个地球？所以，甲咱上一个国文课吼，即、這个国文课就是孟子所讲个，伊讲不要以民为祸，甲你所活个物件拢带去别个所在，叫做眼不见为净。然后，把你所坏迄个废弃物拢带去迄个较弱小的国家。以邻为祸的意思就是，当恁家咧淹大水的时阵，你把水放落去其他的人淹到，我淹到恁家就好。咱使用真侪物件，其实咱即马拢看无，是因为咱拢带去别个所在。因为安尼别个人，因为咱的享受在受苦，所以伫即个礼拜，我相信。总会提醒咱保护咱的环境，是真正爱将这个物件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如果你想要继续出去佚佗，那呢你就爱好好啊保守咱的地球。我相信，不是咱想要看到水的风景，咱的囝、咱的孙，比咱更加想要看到遐尼水的风景。只要三个人的头拢有一个爱心。我毋忘，咱嘛是用这个听来听咱的地球。最后，搁看一条这个图，
今摆大学拢上天人物我，每一项物件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联。当你出去的时阵，你就会发现大自然甲你嘛真有关联。落雨的时，你就会因为一寡代志无法度去做；真热的时，你嘛无法度去做一寡代志。所以，这个大自然甲咱有真好的关系。这个地球是这么啊水，出去外太空的人。当因外头过来看地球的时阵，伊拢讲，这是一个这么新型的创造，所以咱爱搁较保守伫咱的地球顶面。毋忙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为着咱的土地尽一份努力，咱当心来祈祷。听我的特别上帝，我感谢你，收拾完这个土地，让我伫这顶面徛起。让阮所食、阮的水果、阮的米、阮所得到的一切，拢是对这个土地来。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知阮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你手术给阮这么丰盛的物资，这么水的资源，让阮在这里面，让阮当有压力的时阵，阮在大自然里面，阮得到放轻松。让阮在真无欢喜的时阵，当阮看见大自然的时阵，阮就感觉。上帝，你真正伫阮的身躯边，总是主要求你怜悯阮，因为阮的贪心，互阮时常去破坏这个大自然。你甲阮即马甲大自然的关系，毋是真好。总是上帝，愿你怜悯阮，互阮真正会当去保护你所赏赐予阮的，遮尔好、遮尔水的风景，遮尔好、遮尔水的自然。主要说，我要立志伫你的面前，好好啊保守。保守你所收拾我这么水的所在，献上我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